等一下彻底伸展你的肌肉。躺着，让尾椎尽量贴到地面，轮流把脚向下延伸。把脚抬起来跟地板垂直，左右手轮流摸脚尖。仰卧起坐时，让右手肘碰到左膝盖。现在换边，在能让尾椎与地板服贴的状态下，把双脚降到最低，然后做交叉。A pair of jeans, a shirt or two. We didn't pack us if we weren't going back. It doesn't matter if it's true.用右手小臂撑地，右脚在前，左脚在后，感觉有条绳子连着自己左侧臀部，被上下拉动。I wanna take it all in, I'm falling. The cityscape by night, wanna catch in my photos. Where you go, every corner twice as bright. There'll be my treasures.把左手指向天空，然后慢慢穿过身体下方，伸得越远越好。先做 plank， 然后轮流把膝盖往外侧顶。But if in time it's yesterday, your picture's gonna bring it home to me again. The world is waiting up. The world is waiting half a step beyond our door. And if it's not enough, I wanna see the stuff the world has got.现在换左边，重复刚刚右边做过的运动。
双手与肩同宽，把膝盖向对角线方向收。趴着，将背拱到最高，用肩膀的力量让手肘离地越远越好，然后做开合运动。用下背部跟臀部肌肉，让脚跟屁股离地，可以用手做辅助。回到仰卧起坐，用下腹肌把脚往上顶，让屁股离地越高越好。假装做空椅，手肘去碰对侧膝盖。最后一分钟，脚做踢水动作，手左右穿插于双脚之间。把双手围成一个圈圈当跳绳，然后轮流让脚穿过去。做完后别忘了伸展放松你的腹肌，腹肌属于一个可以每天训练的肌群，雕塑身材得持之以恒，记得明天也要回来做一遍。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别忘了帮我分享按赞，到留言区告诉我你们想练什么。我是 Darren， 我们下个运动见。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忘了一件事情，到影片的下面按到那个赞，我靠，那头也太帅了吧，点它有一个红色按钮，按下去就对了。哦，哎，你还有时间再看一支影片了。我跟你讲，这支影片超级好笑。哎，还有这支，这支影片，哦，屌了，厉害了，厉害了！不信你点点看，真的啦，你点点看。哎，你点点看啊！哎，点点看，点点看。